用新年黑金来打复刻的地狱级，先洗技能一回合，一步送给他。这里把炸弹全部划掉，然后转八组珠子。转多点珠子，除满那个龙脉仪。龙脉仪软啊，满了之后就点龙鹤之力，队长二技能，整版啊那个光珠，天将会帮你解无数。队长二技能，整版的那个啊，没有，不应该整版光的这里。哦，没问题，就直接整版了。应该转八组属性珠子，啊，不是八组属性，应该是转那个八组珠子的，回 EP， 应该是要回 EP， 因为下一回合还需要用到那个队长的技能。没问题，我们这里转八组珠子，然后再转八组，我的队长跳起来之后就用队长。开队长技能，然后转八组珠子。这个普罗米修斯的技能有破那个弓前盾，这里的隐身盾我们开光埃及，然后随便一步送给他。这里23颗，我们先开这一只，副队长，选 G2， 然后选水，全部水，然后我们再选这个灵蜜，点灵蜜，再点龙科之力，木珠，仪器那个右边，这样子就有23颗了。然后天将就会有神珠珠，伤害就够了。我们解掉那个疲惫，其一解疲惫，还有个真伤吧。还有个固板，来补送给他。轻松通关。